飞机前方，敏捷中，各就各位。是会在天上的，一定是香鸟。用对空飞弹消灭怪物。战斗机体负责消灭对空飞弹附近的敌人。这个宝物有鬼用啊！数量太多了，根本没听说过这么多。进行计划，有对空飞弹和战斗机体做掩护。 辅助工作将由我负责，还请多指教。刚刚那是最后一次。确认到大群的飞天型，请提高警觉。是在做梦吧？你为什么要接受这种任务？这些家伙有可能会在地球上继续繁殖。 把他们全数歼灭！有人这么多将军，我们是无敌的。打两个这么多将军，有人在等你。对空飞弹无法对付近距离的怪物，步兵部队把对空飞弹附近的敌人全部打倒。你还想打个马台北啊？ 外星生物的身体进行调查后，成功发现了他们的任务池会出现非常极端的反应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对空气的污染不具抵抗力。飞测就是北京的这一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意思是外星生物从来没有暴露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下。 敌人数量大幅减少，作战就快成功了。长多诺多，已将彻底消灭了。又出现另一群飞天型，请特别注意。战斗，交给我吧。里面还有红色的。完蛋了，红色的一定比较强。我们需要红色怪物的资料。 请对红色怪物发动攻击。步兵去保护对空飞弹。推测红色怪物因为飞天型的突变种。 外观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只剩下一些敌人了。作战真的快成功了。安全。既有飞天型出现了。来了。快看！ 有更巨大的飞天型。那是什么？恐怕是飞天型的女王。一定是因为有她在，飞天型才能进行繁殖吧。就是生出这些飞天型的元凶了。今后就将巨大飞天型称为女王，请发动攻击并歼灭女王。 大型怪物是飞天型的女王，立刻进行扑灭。
你係咩啊？明係都咁咩啊？我係司徒係咪啊？